新款 PS 五，十万两万，行行行行行，我112,300，我屋里的车，哎，马哥下架，啊，马哥下架，六洗头，六洗头五跟八五买单吗？我的大砖头充电宝，再加我的马桶。一年使用时间，你必须要拍了三天的马桶使用时间。拍我的马桶，这么久，买单真服了，都一次。对，主机3080，先爱八处理器，八千。那你给你减1000吧。好，卖一块价值200多的香皂，我们七个人70万。好吧，那就他70万吧。我的两把剑选一把吧。5万，他是喊啊，5万。我的两个包，什么牌？什么牌？另外什么牌子吗 ？LV。21就跟我这么大东西。那个马总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当跟班那件洗头，还有啥来？买单，你选一个，现在马上兑现。你有没有中意哪个？洗头。我还想说，你要拍东西，你还要拍东西吗？我不拍东西。洗头。你不给我洗？对呀、啊。我不确定我还拍不拍，要不然我给你买个单吧。买单？我看我购物车，要不捏肩吧 ，SPA 可以 ，SPA 给你来个提示 ，SPA SPA 坐吧。那我问你，那个叫什么？这怎么？这个是刮痧。刮痧？你不知道吗？中式刮痧，就是这样刮，以前都是拿。香油抹到背上，然后拿硬币这样刮刮刮刮刮刮刮，这是一个，这是认真的。你会不会拔火罐？我拔火罐也会，酒精烤一烤，贴上去。来吧，给你先按摩。啊，你要怎么这样可以吗？哇塞，这我也按不到啊，你就坐这吧。就这样。这件衣服可以脱吗？这件衣服可以，这件衣服啊，没问题。好，请问马总哪儿不舒服？哎呀，最近啊，那个寻思着啊，这个肩颈这一块儿，不是很舒服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一摸下去我就知道啊，马总最近劳累颇多呀，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。这根筋，哎，帮您顺一顺，哎，一顺发大财呀，可以可以，二顺保平安呀，专业专业，三顺一切顺呀，不错，哎呀，顺下去了。你怎么说？哎呦天哪，你图都排干净，哎呀。加点红啊！哎呀，您这专业啊，您必须的啊！您这按摩弄成这个刮痧的效果，他们相信一定。哎呀，还有颈子不舒服是吧？哎呀，肩颈老毛病得早点治疗。哎呀，好坐，请。好爽，好爽，坐。放松，放轻松，放轻松啊！很紧张，很紧绷，很紧绷，放轻松，一切都顺水而来啊！事业发大财，哎，好好，啊，一切都红红火火的啊！好，很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再帮您揉揉背，好好，算了，这样行。就是这样，你不让你按下去，放松，早上洗头了，对不起，早上洗头，放松了，放松了，好好好。哇塞，是不是不一样？哇塞，是不是？挺的，真的。哇塞，这是帮你顺一顺。哇塞。哥们儿专业的，这外面都要收费，多少万？过年偷学手艺了，小朋友啊，腰不能随便乱按，轻轻按一按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挺爽的，哇塞，舒服。主要是深入肌肉群，然后揉开它，肌肉不要太紧绷了。好，这肌肉不是很紧绷，
屁股蛋不一样，那边那边，啊这边啊，哎呀哎呀，放松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呜，哎，哎呀哎呀，还有没了吧？一千，11万零1000，不是2000。洗个头，洗个头，睡觉了啊！坐那边洗个头。在我印象中，只是喜欢小哥哥。Honey， 稍等，先试试水温。洗了很舒服，啊，舒服，特别舒服，可以可以，不错，啊，感觉头皮都非常的舒缓，非常的棒，这个香味太香了，这个香味十足啊，这个不错不错不错啊，洗了很棒，下次别洗了，啊，好的好的，没问题哈，谢谢谢谢，谢谢您肯定我们这一家，马上我们就撤店，好。那您还满意这次服务吗？这次服务啊，我只能给您打一个2分啊。好，反正我们也撤店了，带走吧。啊，谢谢您啊，这个可以勉强提高一个2分。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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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吧，撤了，好，快走吧。好。啊。哎呀，这洗个啥头？
给你做任务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做任务。这很乱的，你不能出去啊！出去怎么办啊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是他的房间，是他。啊，少轩。你干嘛呀？怎么了？干嘛？有任务忘了，像你玩游戏。什么？刚跟班，请吃饭。怎么说？各一次是吧？请吃饭。你的就是我的，对吧？不是。去哪儿呀？去我。点的。哎呦，换的吗？来，给我。不想吃，不想吃你就留着，回去再请。什么鬼啊？不是我请你，你可以要求我。你怎么这么不会过呢？把那个。刚给丁哥洗了个头。真的吗？那我要想贵的。现在点。你请我。现在哪有点的？关门了。你或者你回，等我们北回北京。那不行。哎，这样。你把我带上，让他请你吃一家烧鸟。凭什么带你啊？我给他提供地址啊。那就马哥请喽。我请。人证物证都听到了。好，我请。请我吃日料。吃日料。这谁的手机？我的。是我们刚刚其实在练歌，你们突然进来了。给你看。我一直录着呢。不是，我们刚刚正在录歌。不要看啊！我们正在录歌。我看一下，还蛮可爱的。我看我突然进来的时候，你有啥反应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这很乱的，你不能出去啊！我也急，说说。你他妈比台湾强。很乱的，超雅的。怎么说？趴下。能给你捏个肩，我不要，我要请吃饭，快点请我吃饭。不是，这都有。好，捏肩，一肩 come on。 不是，等一下，你只选一种，捏肩请吃饭。吃饭吧兄弟，我建议有没有边吃饭边捏肩那种店？我帅。那我觉得是有。反正我觉得吃那家日料把我带上，我叫我给你提供那个店又好吃。你提供捏肩服务。我跟你们说，那店给你带你们去找。哦，顺便蹭一蹭一蹭蹭的蹭的。行，那就说好了。嗯，好。等回京请吃日料。OK。好。马哥就是大方。说对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好，吃点呗。好酸。哥，我们的账得算一下。算算。嗯，啥账？这样，他得答应我三个条件。就是，干嘛？说话。没有，开玩笑的。你怎么好紧张？曲线刺客，折线还是？神经病。神经病，你当时要拍这么多的，好吧，你几千想买单七千次，没见七千次，七千次一次先请你吃五刀，那这样吧，七千次你请我七次好吗？好，七次好不好吧？不好，那七十次，那这样吧，请我七次按摩，然后呢？加两顿吃饭，然后呢？再按摩一下，好，再见。来吧，你在这儿啊，你趴下。哦，哎呀，不要，我已经好了。不要暴力输出啊！我很暴力，我很暴力，我觉得很温柔啊。啊，你不要，故意啊！我痛，我痛，我痛啊！小朋友啊，腰不能随便乱按，轻轻按一按就可以了。很痛吗？痛啊。捏肩。
好久没有让酸轩这么心甘情愿的过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七千次你按的有七十次了没有？我好累啊。啊，好痛好痛，你别报复心理了。没有报复啊，我是认真捏。还行吧。可以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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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？那回去吃吃七次饭 ，OK 吗 ？Let's deal。行吗？六次吧。六次。七次。六次。八次。六次。九次。啊，七次七次。OK。卸妆了吗？卸了。怎么这么爽啊？对啊。OK。小菜鸡。我说，干嘛？小刘给我干嘛呀？小刘给你按摩，然后拿 LV 包。LV 是谁的卡片哦？不管，我不管。我不行，我要按摩还拿包。二十一次，这样我按五十次行不行？行吧。然后他请客请一次，跟班跟两次。你这么七十万多次哦。我跟邵轩七十万，我叫他给我七次，请问吃七次饭？对啊，我就让他按摩，怎么可能给我按69万次吗？那你是按时，我想给他洗七十万次，那你就让他请你吃六十次饭。我只想洗头，我不要洗头。七十万次如果真要来的话，我觉得也可以兑现，我愿意。那七十万次的头，我反正必须要洗。七十万次的头，我反正必须要洗。可以吗？你的头皮洗掉吗？一天给他洗完。你当我跟班吧。好。等你跟班帮我按摩啊。也不是不可以啦。好。躺下吧。那我上床吧。怎么说啊？怎么说啊？啊，躺好。躺着也趴着呀，趴着呀，那我怎么给你按？我怕把妆弄到床上啊，好爽，好享受。哎，这按摩技术不太好，我喝了，还可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怎么喝了？按的有点想死。哦，哎，我乱了。没事，马上就要洗。怎么还有头部按摩呀？还有金矿啊。金矿不需要啊，金矿不需要。还有脸部按摩，我需要腰部按摩，我需要腰部按摩。哦，腰部按摩，跟班儿给我倒杯水。好。哎，不错不错。按摩师现在还有助理的。来，那个喝哥，来，哎哎，谢谢谢谢。怎么有头发？怎么干的事啊？怎么有头发？不要停啊！怎么？还有头发呀？还想要包吗？你要瞒我？还想包吗？按摩师休息太久了吧？不给钱了呀？怎么说？啊、可以，我们做。好，还要怎么样？好好干，帮我也按一按。好。你不问力度还合适吗？力度还合适吗？你轻点吧。哎，你力度有点重，按按肩就行了。哥最近这个，来按按腿。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你们要按屁股的，给他按屁股啊。啊，按屁股有点太痒了。怎么说？力度怎么样？有点痛。很需要我做什么服务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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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用台式头可以吗？你希望张哥怎么样？张哥希望泰式按摩是我们这边最高待遇。那你给他泰式一个。那咱就是说对吧？这可以。这是怎么什么按法？开玩笑，小叶，这样会让他这样。你这按摩，小芝麻张哥还不错吧？挺独特的呀，挺别致的，还不错吧？有种穿透感。哎，帮我跟杰森打个电话，联系一下。你在干嘛？一会儿7点还有个业务。
杰森送，杰森送，杰森送，你在干嘛？我们老板说待会儿有个那个业务。不行不行，换个地方踩。你听他说。喂，杰森，是我 ，Amanda。那个我正在跟这个亚历山大张老板换个地方，换个地方踩。哦哦，吃个饭啊。对对对，就是。想要订个那个5000人的场子，然后吃小面。啊，他我们老板说整个5000人的场子，然后吃小面，加两个蛋，没有，一定要两个蛋。他说你如果你们给他加两个蛋，以后的合作就不要再继续，好吧？哇，舒服舒服，对吗？爽吧，换只脚。OK， 老板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跟 boss 飞打个电话。好。啊 ，boss 飞能打电话吗 ？boss 飞，算了吧。boss 飞 ，boss 飞最近不是我们能招人的。对，哎，这跟班真不错。小刘啊，啊，嗯，你们这按摩怎么还有一种窒息感呀？给张哥洗个头吧。张我不需要洗头。张先生要洗头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张先生想，不需要。那差不多吧，今天服务到这儿了，到这儿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不，怎么还不够啊？你们这强制性按摩呀？不够。张哥给大家唱个歌就可以结束。耶、yeah, ，break down。好了，今天你的吧。那我的任务呢？结束，结束。好，我结束，那我拿收。对呀、啊，他有包了。那你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又不是我的包。结束了，那我就收包了。不对，你要给我拿21次更半，我每次都会拍 vlog 记录下来。行，皮带怎么都被你搞掉了？啊，小刘，帮他把皮带系上。张哥，这不需要你亲自动手。有点帅吧。好了 OK， 结束了，哥哥回去交接吧。其实有问题啊，你们都有问题，你太有问题了。老板，我看你的行为，我感觉这包我用不了。老板也觉得这包你要不了。开玩笑，老板还是人很好的，人帅心善。真要不了，真要，真的要。我跟他关系不一般。那你当我跟班？啊，刘总，刘总，还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？那你当我20次跟班，我不要你包了。谢刘总，好不好？走，好不好？我们去找杰森送。好。那小面，那蛋，我至少我吃一个半。蛋，你想吃多少个吃多少个，我当场给你抓鸡来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叫马蛋，我叫马 Queen。OK， 你叫马 Queen， 你知道我是你的助理。那你就叫。叫格兰德发发泽，叫那个 Peter， 就叫 Peter。格兰德发泽，可以，你就叫 Peter。但是 Peter 一点都不像商业人物呀。喂，杰森送，啊，今天会议取消，对，就是那个有内鬼。你来了。其实是我要跟这个Lemon 盐，叫什么来着？我叫格兰德发泽，叫格兰德先生啊，要这个。按个摩啊，对，又有活儿，哎，是，需要全身马杀鸡。我们这么快就明确了你的需求了吗？那你要是愿意让我，我就可以洗头，啊，可以，还可以干嘛呢？来着，当跟班，还有买单。哦，买单这个好啊，这个不太好。哎，我最近那个头发上面买单这个好啊。我最近购物车都加了好多东西，拿来看看吧。就是只要不超过2块钱的，我都可以支付得起。两块什么币？嗯，2块钱块。好，那我知道。你先看看，我先让我换算一下。我们公司很有实力的，2块。公司的人员很庞大，一共就是我金砖多少钱？2块金砖多少钱？和我的助理，助理叫什么名儿 ？McQueen。但是刚刚呢，我们解散，因为 McQueen 觉得我和亚历山大张有这个。McQueen 变成你的老板了吗？哦，对 ，McQueen 变成我们刚刚那个 McQueen 买股份，突然不知道从哪儿中彩票了，中了6亿，结果呢，本来他的49%的股份就变成了51%。这样吧，我不要你别的，我也不要你帮我马杀鸡，把你的股份全部转给我。啊，我从哪儿给你找这个股份呢？你找 McQueen 去谈吧。McQueen，
算了，我还是给你好好的。你要给我全身，你要那就帮我按一下小腿吧。OK OK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买的是啥呀？你买的是我的剑。我不要了。你不行，这个是强买，这个是强买强卖的。哟，哦，力道轻一点。好的，我们是有工具的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有东西，不行再重一点。哦，可以，这按摩手法有一手好。哎，是，对，你的手气确实挺好用。对，哦，可以，睡着了。做噩梦了。不是，都过完年了，还这样？什么？发出一种这个有年味儿的感觉。嗯，是吧？是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的手法还不错，感觉。对，这样第二年卖的肉提升。大腿也可以按一下。也可以，就是肩膀吧，肩膀。其实当跟班很爽，但是你没有选择。当跟班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当我跟班，你可以，我们可以去干嘛？比如说接茶倒水这种的，像我刚刚的这个，刚才里面那位我的老板他就，或者，然后我们去马桶房间谈一下。但是现在服务已经过半了，你看如果你要选择更换的话，没事，我可以一半一半的来嘛，你可以拿一半的跟班服务。OK OK， 那走吧，服务结束了，快点。哦，我是跟班。继续按摩吧。OK OK， 这就才开始了1%吧。后面的我帮你洗头吧。后面的99%。我刚刚是多少次来着？5万次啊，五万次。这样啊，我给你洗5万次头。我们明天可能要路过少林寺，你直接入寺。头发绝对符合标准，怎么样？我不进操少林寺。哦，不进他们那，那算了，那就算了吧。我本来想给他洗70万次的，可是他没同意。你帮我按70万次摩吧。啊，现在才第一次，可以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OK， 第一次就这么完，我就第一次就这样吧。我觉得 OK。后面5万次是吗？后面的49999次再找你兑换，好吗 ？OK。OK。感谢你选择夕阳红按摩店。可以，夕阳红按摩店。下次再见。哎，终于完事儿了，太累了，还亏了2个包，包倒是没亏了，还好，谢谢 McQueen 先生，谢谢。